来，一二三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 ，Happy Day，Happy Day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Day，Happy Day， 生日快乐。小白杯是那个白色的，然后像烤饭机，一个像烤饭机，对，再来是核实。这苹果都给你吃啊！妈妈，这个真的很实惠。妈妈，这个很实惠。爸爸，这个很实惠。都被吃完了。都被吃完了。爸爸，你看，爸爸，你看，这个很实惠。你看这里好漂亮啊！哦，只能分到软鞋客软壳蟹的那个边边角角而已。我也是吃保险夹，讲到给妈妈。以后不要点这道了，我们都吃不到。因为你要吃咬人蛤蜊吗？放在汤里面咬人蛤蜊哦。哇，这个妈妈香菇辣了啦，好吗？那你要吃吧，香菇。不要不要，我要把脚脚吃掉。它是细的，但是大的喜欢。妈妈看这里有没有肉。太软了，妈妈肉太软了，这个也有你，这个也有你，这样可以吗？好不好？嗯。我还是很烫，先喝汤吧。嗯，很烫啊。能带我一下次找到咬人蛤蜊了。哎，你好冷。那哪里的昨天我送过你，那你一定会超喜欢，而且不会超喜欢。姐姐，你知道昨天我送妈妈的礼物吗？鸡腿还是小鸡腿？你们喷到，你们要用卫生纸盖好它。你想这只给你好不好？那你地瓜你想不？这只给你。好。这只要不要？这只不要太大。太大好。我要鸡翅。鸡翅等一下就来。妹妹是鸡翅对不对？妹妹吃不下了，那鸡翅要大只还是小只的？三节都要。三节都要好。三节奖金都要呀。爸爸说要做这种蛋的，所以都忘记了，对不对？下次做。妈，爸爸要做这种蛋给我吃。你需要什么服务吗？那我把这个切掉，这一块蛋块的。你是，好像你是服务人。我是什么？你是服务人。是的，主人。今天第一次来上课，哦，马尾，看得到吗？嗯，看我妈，嗯，有绑马尾，家也很漂亮。你要给我抱一下。祝他们。你学的手很胖的，对不对？米加多久？七。好七。一，爸爸一。二。爸爸也多穿长袖一点。那个穿长袖更亮。穿长袖更亮。要给我这
吃不完。小铃铛，可以刷新你的通知，了解留言和分享哦。